我要看阿勇啊，阿勇，人刚搬走，真好，真好。兰姐，小春，这是营养品，给你妈妈吃，爱给好一条。多谢青木太太。小春，我听讲。 你之前爱杨姐，改做是恁爸爸来陪恁妈妈，你感觉你讲这种话敢有适合？小春，你，青木太太，是的，阮什么也支持。青木太太，是的，我迄天想过惊，所以我规个人拢乱去，才会对青木先生提出这么无礼貌的要求，我冒犯着恁啊，是的。 不过这件代志，甲青木先生佮有我妈一点仔关系都无，希望你唔通误会因。你应该回失的人是恁妈妈。你讲的款话，敢若亲像恁妈妈要离开啊，得完成你遗愿共款。你是伊的查某囡呢，你应该对恁妈妈有信心，哪会当讲出这种话？这么惊吓，无信心的话。青木太太。 小春，这位，你放心啦，我绝对袂有恁妈有代志。朋友，你拢听着啊？你嘛知影小春进前有偌反对你甲杨姐有交缠，也毋过即摆因为你倒落去啊，小春就行到啥物拢毋管啊。小春根本就还袂大汉，你敢忍心甲伊放咧，做你离开？ 所以以后，莫阁讲迄种话啊，知影无？我知你即摆一定足不安，就想要你翁陪伫你个身躯边个。也毋过你放心，我答应你个代志，我一定会做到到，我一定甲杨姐离婚个。离婚？啊！恁即摆话也离婚了？你感觉你讲出迄种话，谁个心会上疼？ 我会记得你捌讲过，讲你即世人无想要搁听到有人甲你回失的啊，我嘛共款。所以为着爱你的人，你一定要赶紧好起来，知影无？奶奶，多谢你。说多谢就对啊。青木太太，我妈伊是讲啥？我乃感觉恁三个人敢若有啥物秘密？ 是高经理甲我讲，你妈破病的代志，所以我特别过来看伊。这是董事长特别传的保平，希望陈经理妈妈会当早日康复。多谢董事长。邱社长、胡社长，恁两嘛在家？啊，这段时间哦，甲阿瑶啊，因厝内人做事业，我总共过来关心一下。高小姐。 听伊讲，你是心脏好病有问题，即马感觉安怎？即马无啥物要紧啊，就当事长实在毋免特别走即逝。你是赵辉的太太，你发生即款代志，我哪可能无来？小春，即间病我较无熟，医生安怎讲？你妈有啥物状况？即马阮妈会等适合的心脏做心脏移植。这么严重？ 您讲愿意转去我较适的病院，内行甲医界真熟，我会当替您安排上好的医疗团队。邱董，多谢你啦！哎呦，医疗团队哦，我已经找好啊，啊，而且即马状况嘛不是很专业啦。你放心，所有一切我都会处理好势。是啦，必要的代志我会处理好势。邱董事长。 多谢你的关心，敢会当拜托你，是莫甲我破病的代志讲予头家妈知影，伊的年岁大，我惊伊会操烦。
那呢，你有啥物需要，做你开嘴。多谢你。妈，哦，你敢是过得无爽快啊？无啦，我感觉有小寡忝啊。不好意思，我妈的回去时间已经到啊，多谢你来看我妈，阿姨先讲我妈要加休困一挂。好，那呢，我先来走，江小姐，保重。多谢你，佩瑶，加油！江所长，我送你。紧回去啦。你一定要乖乖哦。我知了，你哪个走来了？啊，静静来看你，边啊全人啦，讲话都要顾东顾西，我当然要偷偷走来看你啊。来，恁坐。奶奶，你想要做白叫我？啊，你来足久啊？袂啦，袂久啦，是讲我，哎呦啊，今嘛剩恁两个啦，我总算会当来恁赞美啊，够呆耶！哎对呢，我咧讲，我咧网络顶面有看到年菜菜单啦，阿婆，咱来订年菜好不好？订年菜？嗯，今嘛订到袂收早啊？袂啦，哎，你会知影呢？今年是咱头一年，咱一家人啊做伙吼，食团圆饭啦。我一定要创个澎湃的啊！啊，然后啊，再陪你好好守岁。这回是不是搁在鼓励我？看伊安尼，就算讲我这个心中只占袂掉，我嘛不应该搁让伊烦恼啊。嗯，好啊，我来看麦。啊，免啦，免遐麻烦，我来讲吼。欸，我念给你听，啊，你若想要订的，你就点头；啊，不爱食，你就海头，安尼好无？好。嗯。陈年绍兴醉鲜虾。哎呀。哦。家乡西卤狮子头。嗯，晚。嗯。药膳金炖黄金鸡。免叫。哦，蒜蓉鲜虾粉丝煲。嗯，好。樱花虾米糕。嗯，买。蒜味糖醋排骨。啊，这样好。嗯。哼。嗯。今晚啊。为啥你订的拢是哦，我爱食。我是跟我爱食的呢。你骗人！你是安怎啊？哎，你一个社长嘞，规面傲嘟嘟的，别人看到安怎想啊？那我跟来在你面头前，我唔食安尼啦，别人想要看都看无嘞。哎呦，哎呦啊！那我想要跟你做伙吃团圆饭，不是我该讲想要吃尔嘞哈。我无讲白差，我真正拢是拣我爱吃的啊。啊，自从我跟你做伙了后，我的口味哦，拢变甲跟你同款啊啦。嗯，咁真是的。真是的啊。啊，即马是安怎？啊！你甲紫薇还佮有小春，逐项代志拢问我三摆呢，我敢真正信用破产啊！是啊，你就信用破产啦。啊，好啦，我看我归去啦。为了菜单顶面我全部拢个点一项啊。啊，为着到时你也想要食啥就食啥啦，吼，好不好？好啦，我随在你。哦，哎，安尼就对啦。我就介意哦，你用这种需要我的感情安尼看我，未输那小女孩咧，把所有烦恼拢担好我啦。啊，上好哦，上好佮加一点仔迄种的撒娇任性，哦，安尼我会佮佮介意。
撒娇任性哦。你当然啦、啊，安尼哦，你唔才会把所有心事拢跟我讲，我就跟你性格讲啊，一世人后世人后世人，你拢干那要嫁我做某呢？好。妈，金木先生，您啊，祖爷，不是你想安尼。哎呦，来，你先坐好。啊，紧留下，我伫个啦。啊，讲这嘴话已经出甜了吼，来，你先好好休困，好。金木先生，你祖爷。咱出外边讲，我你妈休困。啊，着人拄好伫附近啦，专工过来看恁妈。啊，不过阮妈拄则对你，心口甲感情足好着无？哦，这就是人甲人的缘分啦。就那亲像咱，你看到我，你就感觉讲，哎、欸，跟我感觉咱足亲呢，家己忍袂住，想要叫我爸，对吧？哦，所以你放心，我绝对袂对你妈安怎，我是真心来关心伊的啦。啊，而且你妈的个性，你嘛应该知影啊。你妈敢有可能和别人做对伊啊超过本分的代志？哦，安尼绝对袂。安尼就对啊。太多你冇看到，伊跟我讲话。伊是毋是笑到真欢喜啊？啊，对个，我即久哦无看到阮妈笑到遮尔欢喜啊。哦，恁妈心情好啊，伊身体就会好，所以后盖我定定来看恁妈，好不好？哦，原来是安尼哦，金木先生，多谢你。啊，戆囡仔，说什么多谢啦你？